懂事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是做三样饼罢了，大饼、咸豆沙跟香饼。大家都说以前的大饼确实很大，不过香饼的香，豆沙的绵密，依然祝愿爱情永恒不变。外州的面太多那些防腐剂啊、添加剂啊，碱水又特别浓啊。最高的传承除了技艺，还包括对食物始终如一的良善精神。变到我的名，个个叫翻名叫老师仔喎，写到我叫到老啊，你咪咁翻名。需要很长岁月的累积，才能让一个人和食物齐名。老鼠粉和老鼠仔其实已经融为一体。中学毕业就已经开始炒了，一做就做了三四十年了吧。最终成为料理达人者，往往都在厨房里修炼，艰辛不知年月。帮行苦啦，也入不出啦。外来人呢，都是进来了过后啊，很难再回到他们自己的甘榜去啊。在地时光 ，Astro 本地圈10周年，诚意推介。